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示范的是我们爱美时尚美睫将来会出的眼唇卸妆液。那我们这边上面有蓝笔睫毛膏，就是我们爱美出的睫毛膏 BB 睫毛膏，还有白板笔的部分眼线笔。那这是我们新的卸妆液。那我们来试试看卸妆液的效果如何。我先横着擦拭一次，比较不好卸的地方我们就再擦拭一次，可以看得出来卸妆力是非常的好的。那我们来试试看，几乎不用用力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擦得非常干净，你看卸除力非常的好。请大家拭目以待咯。